大哥，大哥，我们先走了。走，二鬼拍门。骑兵，不走我就走。进，上吗？上。飞象，我们这是真实的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。出去。跪就慢。阿丫来了。再说累的。阿丫来了。吃掉。出个大局。什么？这。哎呦。上来就剁我两个，打你怎么？万万治不赢，人家日拍不赢，就是，这我日拍都不赢。什么？这棋局高，高的没有对手。对，富哥30年没输过，你们想想，他的了仅仅是多么的厉害啊！就是啊，棋多么高超。就是，他可不服输。我也知道我的棋多厉害。吃嘛打嘛，吃吧，我现在不怕，我杀掉。行，让你占个便宜，我看看你怎么占。会，吃炮，一个一个一个的吃。绝，这对绝，真不好喝，大哥。霸王爵怎么样？又来了，臭棋又来了，一败，四局朝前。各走一边。不，针锋相对。对几对？我怕你不成。对几对？鱼死网破，杀。我上吗？不对，你不对，不对着，我不对。怕你不成。行，你对了对了，吃了。不服、啊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这动机动三摇的啊！那肯定的。骑兵。那肯定的。输了不背棋什么意思？没有输啊，关键是。懒家皮嘛，懒皮哥嘛，累皮哥嘛。你炮。那没办法。富伯现在牛逼的很，老铁。啊，说不背棋就不背棋啊！上，富伯厉害的地方吧。输的富伯想哭了，能背棋吗，老铁们？说个实话啊。哭了，我哪天哭了？我这水平还哭吗？老铁，输的富伯没钱哭鼻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下播了没钱哭鼻子啊？我天天输，没两个饼就不错了，还背棋，是不是老铁？下期我下过他了，打我打不过，老铁，不敢惹，上惹不起啊，老铁，得站住一样啊，大哥，我惹不起，给小妹来有时间报仇来啊，就是，我这个是个啥，好狠疼是不是？来，开上，快回来，停炮。退一个象，骑兵，快嘛！哎，再骑兵，哎，快嘛，上车！相公，怕你脸好忙吗？对光，对个光光，吃掉，进，落下，上马，吃炮，进，飞象。上士，来，进水不怕你。进水了，脑子进水了，
出来。你废话挺多呀，没办法。来，请上。上。我可病。老铁说那好意思，镜头再高点。好的，老铁，我们过两天有一个大型的那个镜头要上，这个手机的镜头太小了。嗯。几边？高清的，专门摄像头。我来。这个手机的汽车也都太小了。你骑的意见相当好，8856。我来。再进兵，退校。停就过来。上车。靠边。刚才谁输了？有长胜将军和长背将军吗？又过来了，而且挺帅。挺帅，我就熊和转。哎呀，你转来转去没什么意思啊。再出去，说你进来进来出去还不行啊，就是不行怎么办？再进来我就跟你闹着玩，我就跟你玩，玩就玩，我就逗你玩，出手，玩就玩，没事，喝了算了，喝了算了，过来，骑兵，就这两步，再没啥高招了，继续骑兵，下得好，下得妙，下得让人开始大哭，哈哈。为啥要大哭啊？激动的，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。上。骑兵。靠边。你就这一个，这一招是不是？嗯。过我就骑兵了。喂。打象。上。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。出来。大边兵。喂。骑兵。上。先吃边兵。红袍过来准备入字。对。说不了字，我也是那么想的，这是一个，就是什么也是那么想的。先杀哪个谁都知道。打骂怎么样？打我就回。几兵？哈哈，我小卒终于进去了。你进来杀我的象，你死得更快。骑兵，进，不杀。嗯。再闯三兵压阵，你就输定了。没你旗开得胜啊！我现在要进。骑兵，进。再将。进来，
辛苦了啊，行了没啊？辛苦的人富过鸟，我的啊，志平，走，别跑，这个上，你是不是准备逃跑啊？逃跑，我先出来。回家上，吉平上马，赶紧跑，直接跑，吉平菜，三兄弟好，你能踩上谁贵的啊？不踩，出将直接三兵压阵，抬上抬三压兵下去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我几个给你三个，吹吧你，我怎么吹就吹吧。太好了，我几个将把这马炮给杀了，异想天开，齐心的好，好掉了我就回。脱衣服，过来，过去，老君，进来，主炮，上，吉平，上，想踩我的兵。我让你猜，快回来！看上了，看上把我压住的，我就看你怎么走。我就怎么走。分开三边，往下直接冲。天王给地虎了，进，冲啊！情况。山底巷，快回来！压住！退下！下底坡将军，好架跑掉！好吧，好了，和尚跑不了庙。那就上！你就那几个招，没办法，我退跑，他死吗？喂，蔡秀兵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过来。吉兵，上！吉兵。什么？又来踩的了，咋这么给踩呀？继续。踩吧，怎么踩？送给你。金。不吃了。不吃金饼。上。好回家。没洗走了，进来。小兵给吃了。进。上。上。回来，主炮，
成副动词，快点吧，墨迹。随便。主编。上。二鬼开门来了。来。出不来的，将军。进。小兵跌上了，没办法了，照样过来了。上。上。回。催我小兵。直接砍一个再说。看一看。小鬼推磨来了，吃。吃好了没有？来。吃好了。哎。吃好了再来一个。进。猪胖。来。开始。吃。行，速度点，我就不要了。进兵。再吃一个，进兵。进。进兵。